我今天填了一个待了有点久的小坑，是GV官网的有一个最新活动的页面，然后在 full screen 的话，状况下它应该是在右侧那边，然后但是那边照理说它应该要列出所有的最新活动，但是坏掉很久，我今天就填了这个小坑，它现在会自动到 Apex 把有注册有跟 LY 注册的，对，有OK 有在 GitHub 上注册的那些主要的中的 event list 直接从 Apex 上面捞下，然后全部都显示在这边，不过它现在还没有完全做完，就是之后还会 filter 掉一些已经。举办过的活动，这样，那如果大家之后到这边来找接下来举办的活动，会比较方便一点。好，谢谢大家。